何哥，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师，好，我们继续前往水源地量。都是快点，不要耽误教主大业。住手！我们上，不能让他妨碍教主大业。啊，好多人，怎么还有任务啊？哦，没这些了。这招缺点就是终极力很低。让我来，没闪过。没闪过。嘿，嘿，早就破绽百出的。嘿，没闪过。哎呀，一直跑。不，干嘛一直一点都大意不得？让我来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有机可乘。打赢了。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不管魔女教有什么阴谋，我都一定会阻止他们的。崔兄，不要放你带路了。好，这边走。为什么不该保护皇上啊？怎么在这里？好，皇宫。路上应该还有人才对了，我猜啦。敌人啊，讲错。柴硕峰，我留下帮他忙，你务必要取下柴耀的狗命。这打最终战了吗？师兄，当今世道混乱，小人掌权，正需要教主这样英雄人物引导百姓走向正途。为何你要一再阻挠我们，非得阻碍我们大义不可？师弟，你口口声声正途大义，却不惜因此牺牲数百万性命，百姓性命，这算什么正途？算什么大义？你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为了教主的大义，这点牺牲仍旧在所难免。你居然如视人命如草芥，师父教诲我们习武乃是行侠仗义，济人困厄，这些你居然都忘了。不必多言，过去的事都已过去，凡是阻碍教主的人，便是与我却长阴为敌。师弟，既然你不听劝，吾自大义灭亲，送你到师父他老人家身边忏悔吧。师弟，你分明未尽全力，为何？这么多年，我被仇恨与不甘蒙蔽了双眼，做过许多那师父他老人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将来到九泉之下，不知道会不会又叫我盯着水桶几个时辰。师弟，你既有悔改之意，又何必跟我过招不可？师兄，离开师门后经历了许多事。如果不是蒙教主相救，我早已命丧黄泉，最后跟蒙他教导，让我的功力大增，手刃仇人，最后教主还赐予魔女九死中第一死的地位。当年的我便发誓，不论如何，只要是教主想要做的事，就算代价是我的性命，也在所不辞。受恩于教主，如果不知回报放你过去，是我不义；受教于恩师，却杀同门。怨恨师门大半辈子，是为不孝。如此不义不孝之人，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
如今我技不如人，败在你手下，也算是尽了使命。从今以后，我师父、师兄，你们道真是收的好苦好徒弟。师弟既不欠魔力教，为何不留下来赎？不了，师兄，如今双手沾满鲜血的我，已无法回头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虽然他说出来挡一下而已。老头，你还好吧？不过这身上被开了一个洞而已，死不了。我自己不用你担心，你还是先进宫救人，快去吧。好，臭老头，你可别死啊！我刚有存档吗？徒儿，这天下倾覆与否，就靠你了。师弟他说的对，我还真是教出个好徒弟啊！哈哈哈。啊，最终 boss 啊！恭迎教主。赵贼，我等这一刻，足足等了十年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你是柴药，是柴弄之力，柴药。住口！区区殿前都点检，没资格直呼我兄长名讳。真没想到你竟没死，赵贼，你受尽我柴家的信任与恩赐。我柴家把子孙后代跟江山社稷几乎都托付给你，可你却趁我不在朝时，兵变篡了我柴家，朕欠你柴家。哈哈，你柴家的果哪来的？不正是柴龙从他养父郭威继承而来的？至于郭威的果哪来的？还不是从刘家手里抢的？这些年来，无不是朕。朕就不信你柴家孤儿寡母能守得住江山。哼，没想到你欺我兄长一下的孤儿寡母还沾沾自喜。柴药现在已是堂堂大宋天下，已经不是你柴家的呼风唤雨的时代。更何况众终结唐末以来，下客上人乡镇朝不保夕，这种生灵涂炭的乱世，重建一个稳定的局面，朕会把天下治理的比柴冷还好。放肆！我不会让你反二教主的。父皇，盟主，我们来助你。柴药，我应该换掌法的哦。十年，我等这一刻足足等了十年，终于让我给等到了。你为何这么般执迷于皇位？执迷，这本来就是大周天下，被曹光义这逆贼巧施奸计夺走，如今只是物归原主罢了。接下来，我只要让他服下三生三世礼，再令他下罪一招，向天下认罪，把皇位传让出来，就大功告成。服下三生三世礼，你要让他成为废人，他命该如此，我留他一条贱命，看着他像狗一样活下去，日日夜夜为了他的恶行而赎罪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加入我们复兴大周？只要你点头，将来这天下就是你我的。这临真国多，沾满了鲜血的皇位住了也不舒服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这样还有脸说自己是柴家人，是我兄长之子吗？难道你父皇辛苦打下的根基，你就这么情愿拱手让人？对我来说，谁来当皇帝都无所谓，只要百姓平安，丰衣足食就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为达目的，害死了沈娘，大娘知道三生三世，接下来还不知道会害死多少无辜百姓。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不能让你得逞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，那就休怪无情了。哎呦，我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你我者的下场。还蛮帅的。柴药，你的野心也就到此为止了，接受制裁吧。放心，我很快就会送你去与你爹团聚。还要吸我？吸个屁哦！我可以换掌法吗？不行。接招吧！我冰冻你。
我靠呀！有我，没闪过，还能拯救这乱世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打我！你挡得住吗？挡住了。哎，为什么还没有？为什么？太大意了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有机可乘。哎，他没有被我冰冻哎。接招吧！上！我厉害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我靠呀！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。只有我动了吧，才能拯救这乱世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可是他不会被冰冻哎。太大意了。哎，哪有这样的？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快跑！找你破绽百出的，挡得住吗？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挡得住吗？我厉害！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把握！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趁现在，有机可乘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哼！有机可乘。只有我。拯救这乱世！你接招！可恶，没闪过！太过分了！一点多大意不得！只有我能拯救这乱世！不能换，不能战斗系统中换其他的剑法，真的是很讨厌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中了。接招吧！好痛啊！只有我拯救这乱世。有机可乘。应该早点用这一招的。绝绝神功。怎么可能会输？我要吃，喝酒了，喝酒了。防御有没有增加攻击的？这个。只有我才能拯救乱世。走开！噬魂刀法的恐惧之处，你很快便会知晓的。好吧，过来吧，让你试试我的力量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你挡得住吗？走开！太大了！那怎么一直飞来飞去啊？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只有我。还能拯救这乱世？我吸起来了。有机可乘，挡得住吗？你挡得住吗？破绽百出的。哎，躲掉。接招吧！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太大意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接招吧！太大意了！太痛，太痛，太痛！挡得住吗？可以啊！
哎，没找到。只有我能拯救这乱世。宝马过来了，让你见识我的力量。好痛好痛痛！之前闪躲得住吗？太大意了。只有我。太过分了。拯救这乱世。然后抓到都被连击被猛干了。有机可乘。快跑哦！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乱世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嘿！你呢？一切都结束了。哦耶！采药，你无计可施，还不快投降！没想到我功亏一篑，自古以来成王败寇。以后才要还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既不成功，便成人吧。住手！求死容易，求生难，是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以为我老爹会想看到亲弟弟自杀吗？我活着只为了父亲大周，如今失败，人生再无目的，活着又有何用？大周也好，大宋也罢，天为民而立君，可见国之根本是人民，是百姓。只要他们安居乐业、丰衣足食，谁当皇帝有这么重要吗？你笑什么？你说这段话的神情又凶了，几乎一模一样。当年他也是口口声声把人民生计、百姓福祉挂在心上，我们还说好那天下再无饥寒之人，再无流离之民，没想到。所以接下来你得做的事还可以多着呢。什么？开封、杭州、洛阳这三大城如今鸡犬不宁，百废待兴，各大正派也因这场恶斗元气大伤，多少小奸小恶的门派正在蠢蠢欲动，一旦出一不慎，又是一场浩劫。还有那些因信任而追随你的 教徒，你有责任引导他们向上，重新做人，为过去的罪孽赎罪。为了偿还这些罪孽，再痛苦你都得活着。但你摩尼教徒匡正过错，那这世间成为老爹心中挂念的和平模样。兄长心中天下太平吗？真可笑，我竟然会被你说服。教主，罢了，玉儿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哇，主角跟鸣人一样啊，就是嘴炮王啊。教主，为什么？你的心愿好不容易就要达成了。走吧，我慢慢告诉你。是，教主。我的眼光总怕没看错，你这是一块稀世璞玉，武功与口才都是上上之选，就是要这样的强者才值得我欣赏啊。墙头草啊，你胡说什么？上官红鼎，你为虎作伥，假借正派之名坏事做绝，今日我一定要替天行道。大战后眼下的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若你我有缘再见，见死要报仇，我上官随时奉陪。好了，结局了。柴树峰，你这次救了朕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，什么都可以。那我愿偿还父母的命，你给得起吗？好，朕的命就在这，你要来就取吧。父皇，不愧是坐在那张龙椅的人，不过我对那张龙椅不感兴趣，何况要是你死了，这天下又有多少人想抢那张龙椅，到时因此掀起战火，那百姓们又该如何？柴硕峰，难道你真没有别的要求吗？好，既然那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，我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。三件，才三件，即便是三百件，朕也答应。我要这天下的百姓个个吃得饱、穿得暖、睡得好，就这三件事，就这样，哈哈，这样就够了。我现在只想回到小溪村，过我平凡人的生活。天大之大，任我逍遥。柴师傅，等等我，父皇，我赵生，先帮你父皇处理皇宫这的事吧。朔风，有空欢迎来小溪村，我会欢迎你，恭候你大驾光临的。全破一次，该不会可以全破两次吧？哇，耍帅，一个人走啊！啊，你率领江湖人士，顺利阻挡一场浩劫，对皇帝赏赐的丰厚奖励
尽一切不悯，只希望大宋黎民百姓从此不再受苦受难，江湖人士感念你的大义，纷纷谋反你铲奸除恶除暴安良的行为，从此世道安详，万象和平。结局读。